硬拉是练什么的？这个问题要是普通人随口问啊，那我也就随便说，什么硬拉可以练臀腿啊，也能带到背啊，传统硬拉练屁股，相扑硬拉练内收，怎么说都对。但是这个问题要是粉丝问，那我还是想好好回答一下，因为这个问题它本身就比较别扭。练硬拉练的就是硬拉这个动作，练的是如何把一个重物安全的拿起来，这个是一项技能。具体能练到哪条肌肉，能不能增肌，其实是它的副产品。只不过硬拉它的副产品真的还蛮多的，但是老是盯着副产品，会诞生出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，比如踢足球能不能瘦腿，打篮球能不能练肩膀。游泳能不能减肥？钓鱼能不能练二头肌？小孩子是学象棋还是学围棋好？学哪种更聪明呢？他们都只是一个运动项目而已。往大的说是为了竞技分个高下，往小的说呢，它就是一场游戏，自娱自乐。他们跟增肌减脂都没啥关系，效果只是顺带的。至于我自己为什么要练硬拉呢？因为我喜欢把很重的东西拿起来的感觉。拿起来前呢，我会努力的训练，做好积累。拿起来时，我会非常的专注，感受到真正的自己。拿起来后，我会非常的开心。如果拿不起来，那我就再接着想办法。整套流程非常的简单，重复简单的事情。使我的内心获得宁静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宁愿被盯着满头包也要去钓鱼，熬通宵也要去打游戏，有钱的去玩赛车、攀珠峰，这些看似危险没有收益的事情，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做？其实都是为了获得片刻的宁静而已啊。